那守在二楼那队友智障是不是啊？人家走到旁边，他一不往前，完全没有反应。猫哥上面有人。点击品。啊靠呀！哎呀，我。直接跳过来啊，来不及反应。我丢的啦，我直接自杀式冲到我面前，直接丢出去，他们两个杀。地下道为止，地下道解决。没有，这边停机坪上面有地下道，也没有。解决。家人好像有一只。停机坪的地下道，啊靠呀！怎么会在我旁边呢、啊？我、哦、靠！家里有一只，家里有一只，家里有一只，家里有一只。靠近哪边？解决，解决，解决。看，还有人想爬，爬到上面去。哎呀，怎么中子弹啦？干，我弹夹插不进去。并且电梯里面也是，电梯井里面也是。嗯。烧掉了。哇，二楼谁追杠？那个谁追杠有点麻烦。看那个鬼雷啊！看玩具很多哎、欸。上面，上面，对，有人趴在那个上面干嘛？还有一只，刚才跑出去了，好像是。
没有，我在外面去。掉到你这里。啊，我干！哎呀，啊，我连杀断了，看你们在家里反打，啊，干才吃嘞，怎么人在里反打？哎呦，那脑残！干，那队友真的是，居然没死。哦，上面停机坪，停机坪。我直接被打死了，那么痛。我鞭尸那个垃圾，哦，打到了，哼，卡在人家家里门口打到了。哎呦！这样输我？没有够啊，够了，别掉掉了。看，很好杀哎！哎，好多人哦！对，好多人，大家都急着去踩呢。哦。